各位空中佛乐园诸位大德、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日是空中佛乐园第二届正宗课程《无量寿经》第五十五集的播出，请大家先开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各经》科会第四十九页。 枯灰第四十九页，尾啊算倒转来第三行，尾啊算倒转来第三行，四十九页，尾啊算倒转来第三行，请看经文。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六一生六动性，皆是住于正定之主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何以故？六下定住及不定住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果。今日咱为这段看起，又有贤男子、贤女人，六依性六动性。这一句内面，咱特别注意动性，动性是。 咱家己本人，医生诶，啊，迄已经成就，已经得到受用。咱特别注意关切诶，家己本身，即、这个重要啊。那么东升就是自然了。咱现在要会往升到西方，东来，咱会往升西方净土。 该学注意正定定住，这一句话重要了。啊，那个下面这段经文我看了，定正以阿耨多罗三三菩提，何以个六邪定住就不定住，不能了知建立必因果。这一段。 内面就是四十八观内面的第二十九观，主正定主观，十二观是定型正觉观，这两观的圆满成就。世尊在此地甲咱讲了，什么叫正定住？正定住在大小行内头拢讲，这三句拢讲。 但是意义深浅有真大诶差别。比如小，小姓人讲，初果到四果，啊，初果、四果还到四果阿罗汉，这是正定住；啊，这五戒十恶，这是下定住；啊，普通一般人叫不定住，不定就讲不一定啦。 啊，伊无一定在正定，或者不一定在邪定,定,定，这是小乘人的公法啊。那么大乘菩萨呢，迄公法就不同款了。而且有真侪种的公法啊。有人认为大乘里面的公法，渐要性的菩萨明心见性啊，所谓发心大书。 啊，那么一定要达到这个明心践行啊，你叫算正顶珠啊。那么这标准就高啦啊，阿无明心践行以下呢，那么这无算正顶珠啊。所以发心大师即是正顶珠啊，发心大师以前啊像。 消行错过一直到发生政的发生以前啊。那么这个阶段呢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不定住啊，不定。嗯。那么这是这种的讲法啊，而且有人讲，这理性人就是下定住啊，新闻眼干啊，下定住就是讲，伊不能成佛。 啊，这个呢，像一个小型的小过啊，这么这样一种的功法。所以总共一句呢，大乘佛法是以决定性佛为正定住啊。那么这是以大乘佛法的标准来讲啊。比如讲，咱念小学有小学的标准，中学有中学的标准，大学有大学的标准。 啊，那么幸福，这是朴素般的标准啊。每一个阶段也标准不同啊，啊因此呢，这个正定珠、下定珠，当然呐，啊，这讲法都不同款了啊。那么大乘佛法是以幸福做标准啊，一旦幸福，那么这就是正定珠了。那么决定呢，即讲你决定幸福。 啊，那么这是正定住就不会讲啦。但是讲你修学这个法门是决定一旦成成佛啊。如果讲你修这个法门决定无法度成佛，那么你所修的这叫做邪定住，下头讲你无法度得到这个结果。這個 啊，那么这个正定珠、下定珠呢？啊，这个、当中都叫做不定珠，不定就讲不一定了。啊，伊若遇到这个言是正定，啊，那么伊著是变做正定珠。啊，伊若遇到下定珠，伊著变下定珠。啊，伫、就、即、是、这个当中呢，啊，无决定，那么即个叫做不定，啊，不定啊，无一定。 啊，这是大乘佛法里面一般讲这个正定住、下定住的讲法。讲十界主于正定之主啊。啊那么咱都家噶注意动修报告，就是特别讲六东生啊，东生就是咱本人啊，咱家己。 啊，拢是住，住于这个正定之住啊，这个真难得啦。我、啊、一句话讲咧，啊，咱东来拢一定成佛啦、啊。啊，念佛往生西方就是往生去做佛啦、啊。一句本宗法门啊，就是净土宗；一句无量寿经，可以讲即一句佛号，即一部经典。 一定你经，应为道种啊！你若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，你今日看到无量寿那么这个经济啊，金刚经句，给你种的第八世阿兰亚世啊，凡是有因缘悟到听到符合悟到这部经典，悟到这个净土法门，这个人可以。 肯定来讲，伊是正定住。纵然伊现在呢做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啊，将来也都要对地狱，啊，也会变畜生，也都要变恶鬼。伊有正定住啊？为什么呢？即、这个阿弥陀佛的经济在于阿难、亚修来头啊，早暗伊会起现行。 啊，对，讲这个时间啊，早晚无共款啊。时间长短无共款，个人姻缘无共。啊，但是呢，总是有一讲，有即个经济，即、這个经济是有一讲啊，伊个信息啊，有的言，伊将来也一定会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时间的。 乍晚的意啊，啊，所以净土中讲净定住啊，也标准是这只啊，甲一般大小型诶，讲法不共款啊，就讲甲其他这个宗派法门啊，讲法都不共了啊，就是这几句阿弥陀佛听入去，这个人将来决定往生西方不退成佛。 但是，不一定在什么时候，不一定在多几生啊，这是真的啊。那么，这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语言、经济给你进落去啊。阿弥陀佛的经济进落去了，啊，那么你就算是正定住了啊。所以，伊家把的功法不相同、啊，所以阿公。 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就是决定正的无相正定正等啊，这也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十二愿。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必定成佛。正的无相正定正等，何以故呢？啊，哎呀，这是加学。 诶，即、欸、个问题了，啊！你讲为什么？欲下定住，及不定住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果。由此可知，所谓下定换一句话讲，即、這个人一生当中无机缘遇得佛法，而且性简真深，白铁佛法未接受佛法。 这个都属于下定注了。那么拜天的心无生见啊，未当误掉佛法，这是属于不定注啊，这就无一定了啊。是说他说：“公因有机会误掉了啊，也当升起信心啊。”这是一种公法，这个公法的意义非常之深广。 另外一种讲法就比较比较接受啦，啊，就讲讲法呢，这范、個、围真小。啊，迄就是讲，咱即生深信七观，咱听到这个法文，深信七观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人算是正定住。啊，一即生决定往生西方了，这是正定住。 如果听了这个法文之后，如果听别的法文，啊，感觉这个法文比这个法文较好，下去净套法文，去修其他的法门。那、啊、么，家注意讲呢，这个这种人就属于不定住啊，一进生呢也无一定要往生西方啊。那么，功夫一定呢？ 是安怎讲法呢？就是讲，伊去修别的法门啊，可能呢，毋知什么时候伊又过干饿咯。啊？感觉家己也是适合修净土啊，回头过来修净土啊，这款的人也真多啊，咱也当到真多啊。有一寡人念佛念了几年，感觉即个佛法太简单咯。 啊，即个呢，亲像是老阿婆、老阿公啊啲啲咁啊好亲像是无学问能人啲学嘅，啊尤其是地识分子，啊刚刚我即是博学多闻，啊尤其读下博书学位，啊嚟念阿弥陀佛，啊好亲就跟他真毛民主啦。 无啥好意思啊！所以咱伫外国啊，看着真侪，即个学书、学书咧，博书，拢爱学密密装啊，还爱学险险装啊。这两种发文在国外最受到这些分子嘅欢迎啊。啊，那么从连分呢看得真简单啊，连分。 啊，认为这是即系无无想学问的人啊，啊，即系毋捌字诶。老阿公老阿婆伫啲学诶，啊，那么即种诶人啊，也未少啊。那么有人呢，啊，去参禅学佛咯，买念佛，啊，但禅甲佛学一二十年啊，啊，学你感觉无成就。 后来呢，想想呢，听到净土法门呢，也是念佛啦，叫发到神就，又过顿来了。啊，那么这在国外咱东不拄着，这种人是不定住，就是讲伊无一定啦。那么下定住是决定白天，决定不能信修的。 啊！伊绝对未接受啦，安那个讲，伊都未接受，这个属于下定注。啊！而且一起修学话多，而且这个信仰其他宗教，啊！而且无信仰，啊！今生决定不能成佛，不能成正果，啊！可以天。 啊，因啊修得较好，可以内生咧生在天道天国，啊，伊则过来做人人间啊，来做人享受人间富贵，但是得未到真实诶果报啊！佛在经典甲咱讲诶，六道拢无究竟啊，人天福报咧也是在六道之内啊，福报享尽，也是爱个轮回爱个坠落。 啊，起起落落啦，所以呢，这无究竟啊。那么，佛家人就是爱得到究竟彻底解解脱啊。那么，究竟彻底解脱就是幸福。那么，不能得到真实的果报呢？这就属于下定注。 所以不定住的人呢，心头丢毒不管啊，有的正法一学正法，有的邪法一学邪法啊。但是注意要知啊，这款的人在一切大众当中呢，这个比例是上最的啊，占较多数。啊？就是正定与邪定两个极端啊，这个人做占尽罪。 嗯 <coughs>，那么如果呢啊，真正正定甲下定这两种人，这人数了不济啦，啊，这个当中的人数较济，正定甲下定呢，这个当中较济，对不定较济。那么决定是正定主，决定是下定主，这人数比较较少，啊，这两种极端的人啊，比较较少。 就念法文来讲，咱注意动手可以讲，拢是属于不定住的。咱今日遇到正定住了啊！如果将不定住，一下转多顿来成为正定住，好安尼，这一变就变成正定住的人啊！正定住的人只主，决心决定成就，要怎样变成正定住？ 一定要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行。那么，到下一章会加注意详细说明。啊，精彩呢，在下面的一章。啊，下面这一章的根本非常重要、啊。就是讲十方佛拢困难。啊，是光三世一切诸佛。 啊！拢困难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你看，即、這个法文真实不可思议啊！迄、啊、就是讲，咱要有决定诶信心，要有恳切诶愿望，发菩提心，一向钻研、啊。那安尼，你就是名符其实诶正定住了。虽然啊，咱现在抑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咱自己有把握之心，决定往生。至于往生，这决定往生一点都无错啊！决定往生也都爱更注意同学，为什物呢？咱往生不能随便的造，往生也爱度一切众生啊！咱往生思想毋是逃避现实，家己要享受，是为着要去学习。 我本事，我本事要创啥呢？著、就是四宏四观第一观啊，咱发的众生无边四万道。咱现在虽然发即个观呢，但是无能力去度众生啊，自己度家己著度不了呢，要哪度众生啊？所以为著度无边诶众生，爱心度家己，度家己著是要为著度无量无边诶众生。 啊，即点咱也知影啊，所以修西方净土呢，决定毋是讲消极、逃避现实啊，家己要享受啊，毋过即个苦难的众生啊，实际上呢，往生西方真正是要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啊。如果人们要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，那么 都不需要往生西方了，啊！往生西方主要要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学习的能力，学习的本事，帮助阿弥陀佛来度众生，啊，帮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来度众生，是这个道理呀，啊，咱千万唔要误会，啊，那么。 咱在现生，如果咱家己有能力，随时可以往生西方啊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咱也爱发心啦啊。但、就是家己卖较赶紧去啊。你既然有能力，随时可以去。如果你在这个世间，阿有真侪人甲你有缘，你要帮助伊啊，也爱度一切众生啊，也爱呢。 叫真正下定注的人回心转意啊！安、啊、那叫下定注呢？就是根本呢反对佛法迫害坏佛法，唔相信佛法。叫安那回心转意啊！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啊，表演好看啊！那么迄既然决定往生。 啊，那么你就真正有这个信心，那自己无这个能力，就阿弥陀佛，信力来加持。啊，但那么这是最后啊一个表演。那么在阿弥陀往生以前呢，啊，遇到有缘的人，啊，那个讲，伊可能来接受，啊，一种下定注，或者不定注，回头转来，依靠这个正定注。 啊，即讲爱帮助人啦、啊，啊，所以你家己有能力啊，随时可以走啊，但是，家你有缘的人啊，你也是爱发生帮助的啊，帮助到一个阶段呢，啊，差不多啊，啊，要走才走啊，所以，即、這个爱怎样？那么，公老师话呢，往生的时候，遇敌时止，无疾而终啊，就讲无疾就无破病啦，遇敌时止。 家己预先知影什么时阵要走啊？无怕病，有人倚咧，王星啊，坐在王星一点啊病痛都无啊！是毋是家己修行诶？毋是，忽略加持诶，你求福加持，获得加持了啊！那么，汉尔侪人倚咧走咯。啊？咱为什么无倚咧走？咱家己无能力。 啊！求阿弥陀佛加持我！啊，为什么我就这个身体表演互难看？啊，求佛力给咱加持。啊，咱家己也一定爱修啦。啊，如果修到这个标准阿无够呢？啊，无阿就讲徛咧王星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求佛力加持。啊，但是咱家己啊，一定爱修啦。啊，那么加持呢？ 啊，那么合力一加持啊，加上咱家己有修行这个这個、点啊功夫，那么合起来呢，就可以做到下咧往生，坐咧往生啊，心无病苦，安尼来往生。那么这就是互真侪人啊，看到了后呢，从此发心念佛，修学净土，一心专念求愿往生。 你只要发这个心，佛一定帮忙。为什么？佛就是希望大家修学净土，念佛往生。你肯发这个心，愿意把这个身体交付阿弥陀佛用这个、啊，阿弥陀佛呢？哪会讲不愿意给你帮忙呢？要来拒绝呢？绝对不会啦！啊，所以呢，你自己。 唔好想着我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功夫啊！唔是，合力加持的啊！爱知影唔是自己的能力啊！自己不可以放过我办，自己爱谦虚，是合力加持嘅。决定唔是自己的能力，所以这个法文照中阿弥陀佛微的信力嘅所在太侪太侪了。 啊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这疫经》庄严，简单介的介绍到此地。啊，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，噶西方极乐世界疫经》庄严，拢拢讲了这个打开。啊，下面那就是另外意思。啊，要教好咱怎样去修哈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知影了，要安怎去发？ 要去嘅方法啊，这个问题就严重啦啊，所以下面这个经文不简单，讲安安去啊，要安安修法啊，来自行决定去嘅行。所以呢，去西方也都系个表演，让别人看见啊，那、啊、么让别人啊升起这个信心。 啊，那么这个做法呢，都功德无量了。好，咱个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啊，下面这个经文啊，经文在第五十页啊，请看这科会第五十页。 啊，五十页呢？十方佛占第二十三，那、啊、么这是都家讲的呢。呃、啊，这个十方佛共同赞叹啊，即种经文呢，都、就是的工具。将这一种气呢，咱就怎样啊？祝、啊、福。 重视这个法文，这个经典。佛文里面点来讲，人心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尤其是一切诸佛道生成佛的《地藏经》，这个音缘非常之稀有难得，这是难中之难。 啊，那么今日讲到这一种是非常重要的一种。啊。这个来头连小说三种的经文啊，这是、個、方扩展，佫刷到的三倍往生，往生正音，拢是佮咱讲要怎样在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方法。西方极乐世界好处前面拢讲过了。 已经庄严供鬼了，啊，供鬼了，安怎我会当去啊？安怎安怎这去也成啊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啦。啊，迄、这个地方更较好啊！如果咱若去不了，好是好，咱都无法度去介遐咱知影也是枉然啦。今日啊，这著、就是。 格人们安怎样才当决定往生西方？西方佛赞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诶第十七愿。十七愿是诸佛清叹愿。这一愿就是十七愿诶成就。咱在四十八愿里面格做介绍过咯。 发种 BQ 无积极观或者不能圆满成就、啊、阿弥陀佛无办法，普度一切众生不退成佛、啊、所以这一关呐、啊，公实话在不在第十八关之下大众、啊、生这一关是真重要啊，不在十八关十念必生之下。 啊！无在十高愿发菩提心之下，所以当然往生关键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。可是那无十方诸佛为阿弥陀佛来宣扬，啊！无这诸佛为阿弥陀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咱这众生学人会当知影咧。 那么咱在娑婆世界，那无识写摩尼佛，甲咱介绍，那么咱才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呢。啊，那么其他诸佛世界嘛是共款啦。啊，每一尊佛，那、啊、拢在伊的世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哦，和伊迄个世界众生怎样？所以这就关系。 众生往生得道、成佛，关键之所在呀，是风福展啊！咱、啊、看经文，修出阿难，东方幸福刹土世界，一一界中如行沙佛，各处广众实相，放不量光，说性实言，称赞无量修复。 不可思议功德啊！那么这个经文在后会第五十页啊，经文第一行到第三行，这一段经文甲小本弥陀经内面这个着风复赞叹是同款的意思，同款的意义，同款的归处。小本经内面。 我一大师，该判作流通分啊！提供为这个六方诸佛赞叹的这段经文开始呢，判流通分，这是非常有见地。因为这个法门主述俱彰，完全是如来高的境界。这几点注意要知样？如来高的境界。 所谓为,为佛依佛弘扬救急，就是顶到菩萨都阿未当彻底明了啊！谁人有资格担任流通这个经典、这个法门。流通就是流布弘扬啊！抑个有呢，就是甲即个法门啊宣扬介绍啊，讲解互大众听。 圣者的点点救护啊，幸福教者的点点就诸佛来主持流通这个法本。这一段经文在大经都是无量寿经，咱在正宗分那面看掉啊。这个意义尤其是信心。 啊，那么大家呢，先举一方来讲，东方啊，咱一般习惯的拢是东西南北啊，为东边啊，日头起来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方向先讲。那、啊、么东方有偌济世界呢？啊，即、這个东方的世界嘛，算不清啦。即、這个世界著是大千世界。哦、啊，即句话讲呢？ 是一尊佛的教化苦学啊！那么一尊佛诶教化苦学，都是一个世界啦。啊，那么恒河沙数的世界，印度一条恒河的沙啊，你甲看有偌一粒沙都是一尊佛教化苦，一个大千世界。 那么有轻浮刷下呢？你這,個啊這,些啊、这个世界，台方跟他台方，那你这个情况，这个世界外这啊，确实是不可数计啊。那么，这尊佛的世界，就像啊，咱起码在个沙暴世界，咱起码大这个世界叫做沙暴世界。 咱这个沙博世界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。啊！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区。穴、啊。那么这个沙布，咱这个沙布世界到底有多大呢？啊，过去一般人认为，就是咱现在天文学家所讲的云河系啊。这一个云河里面有真多星球啊！ 每一只星球来对拢有真侪众生啊，像咱这个地球呢，在这个银河当中呢，其中一颗小小的星球。就讲咱像咱暗时啊呢，看天顶啊，迄粒天星，迄一颗星就是一粒星球啊。看一星天星呢，白白是太侪了。啊，咱目睭看会到都较侪啊，也有咱肉眼看袂到，不较侪啊，甚为真。 啊，真正跟他成就幸福，说下子。那么，这一个過去有人讲，这就是一个世界。啊、過去有人安尼讲话啦。如果咱啊看五莲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啊，伊老人家认为，佛经讲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咱即天文学家发现的个 啊！伊讲即个银河系是太小了，啊！天文学家发现这真水啊！啊，那么伊诶看法是安怎呢？啊，伊讲天文学家发现即个银河系呢，只是一个单位世界，毋是大千世界，那、啊、是即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单位世界。 那么这个单位世界呢？咱知影这个三千代千世界啊！啊，这三千代千呢，是安怎做三千代千呢？啊，就讲、是、一千个小世界啊，合成这个小千世界啊，小一个小千世界，啊、修个世界就讲有一千个这个单位世界。 啊，咱都要讲对一千个军火黑啦。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呢，叫做这个中千世界啊。那么按你合开呢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太多了。 啊！如果若照严彦祖教授讲诶，即个，天文学家发现诶银河系只是一个单位世界。哦，那么即个沙普世界就太大了，敢若即尊佛的教化区就太大太大咯。啊，那么郭嘉恒，啊，咱即个地球呢，最进步诶科学仪器也探测不着。 啊,啊，那这是老基师级的功法。那么，咱都以一般来讲啦，啊，对讲今麦天文学家科学家发现这个这个银河系，咱都以咱看得到的来讲，这个都不得了啊！啊，卖功上大了。啊，干、啊、那、啊啊、这一个银河系，你甲讲这个世界就太大太多了。 啊，那么有幸福沙数向的这世界，啊，是在讲幸福沙也是有数量，虽然多呢，总是有这数量，也是可以算的出来。啊，实际上呢，诸佛插土是无量无边，但无法度计算。啊，那么这是用一个做披露，每一个世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福。 啊，譬如咱讲三婆世界，三婆世界在即个大劫内面啊，即、這个大劫都一千尊佛出世。咱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即个大劫内面是第四尊佛啊，弥勒菩萨将来东来下生，幸福是第五尊佛。 啊，那么咱这个大劫叫做现劫，现劫千佛啊，有一千尊的佛出世啊。那么咱今麦是到第四尊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么将来呢，弥勒菩萨也过来咱这个世界实现成佛，已是第五尊佛啊。第五尊阿弥。 时间也未到，啊，所以这直接当中啊，有千夫出世。这个世界过去世無量無、啊、未來世是无量无边劫，啊，未来世嘛是无量无边劫，啊，所以在直一个世界里面，实现幸福的人，也是亲像恒河沙数咁款。每一个世界，幸福沙佛。 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幸福、三福是指过去福、现在福、未来福，那这福就太窄了。啊，是即款功法了。啊，世界无量啊，每一个世界里头有过无量的诸佛，各处公众习俗。啊，即大家大概要特别注意。往往咱随随便便安尼念过。 啊，真正重要性袂当体会，啊，迄著真可惜。啊，爱注意啥物？著、就是说明啊，无一尊佛无称赞阿弥陀佛。啊，就讲、是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每一尊佛啊，只要伊成佛呢，伊一定会出公众实相来称赞阿弥陀佛。 西风一路随开，公中穴是佛三十二象之一，这是福德之相。佛在說冰常跟咱讲，冰常人呐，三世无忘语啊！你的翠菊春出来可以担着咱的皮啊，啊！一当呢啊，翠菊也当当着。 皮端了啊！你三世无讲白话啊！那么这是圣贤啊，修这个不妄语的果本。啊！那么佛给人表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呢，伊老人家这个翠枝春出来呢，会当将胡彦斌拢砍起來。那么佛陀讲啦。 啊！一即个相是生生世世不盲目所修得来。啊，所以佛都讲啦，讲我甲恁讲的话呢，拢是真话，是实话，袂骗你。啊，那么恁若唔相信，啊，咱家己让去看麦啦。啊，咱家己每一个人啊，嘴齿伸出来，看当担着皮啊。 那、啊、你也当担着皮啊呢？也不过是三世无打妄语，释迦牟尼佛是生生世世不打妄语啊！所以这喙齿伸出来，会当将规的面拢容起来啊，那么佛甲咱做证明啊！啊，证明讲伊不打妄语，无骗人，所以这呢一种叫做公众实相。讲着讲，即个喙齿呢？ 村在真阔、啊，还能看到面啊！佫长，这是做证明啦！啊，证明这话是真实的。放不量光，啊，光是智慧，也、啊、就是讲放不量的智慧光明，说成是人。 佛在金刚经上甲咱讲，如来即日修果的关节，就讲如来也言语呢，有果的关节啊。如来是五语，啊，第个是真实句啊，真句讲啊，真都无假啦啊，或讲真话。 十二讲，学习不希啊，绝对无希望，实实在在。六日讲啊，如是公告都还好啊，一书悉是怎样呢？伊就，讲开的属性啊，未讲超贵啊，未讲较少啊，咱一般讲啊，未夸口啦，啊，未减讲。 这就叫如语如实啊，所讲的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同啊，这叫如语。不妄语者啊，不妄语就是讲未去欺骗人，不讲语者啊，讲起夸口讲妄啊。那你不我讲啊，有人来讲话呢。 爱夸口，爱讲大声话。啊！那么这里叫共日，那么夫呢？是金日、昔日、鲁日，不共日，不共日啊！这是夫人五日啊！即大家给人讲说率性是言啊？说什么性是言呢？称赞无量寿佛。 不可思议功德啊！那么多一句话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为诸佛所称赞的啊。这句话就是指这部经，这一步经主述之章是本书十条摩尼佛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啊，就是指这部经。我这个讲呢，这一切。 诸佛无一尊佛无光无量受精，小不弥陀经，一个經,经名呢啊，一真正经对在六方佛内面讲得真清楚啊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，恁大家念弥陀经啊，念得真熟啊，应该记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 向不可思议功德，无量修福不可思议功德。小、啊、本经上啊，各家讲的不是讲法吗？那、啊、而且呢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，这一部经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的啊。你敢看一看呢？多几个经有几个功法？ 啊！法言经根本讲一切诸佛所护念，法华经根本讲一切诸佛所护念，无共的。啊，唯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一起同步，同一步经。啊，实在讲呢，阿弥陀经是干掉啊，讲了较简单，啊，简单讲，无量寿经呢，讲得较详细。 啊，那么这是刚一步经啦，讲一步的啊，一步讲较详细，一步讲较简单。啊，那么咱这个课程一开始呢，也甲注意同学讲过了。啊，这一处这个经呢，啊，第一处在这个发改委，星空中佛坛院，甲大家报告。 啊、那么，诸位以前那无听过净土经论，这一除咱简略啊，就是简单来介绍啊，就是简单讲啊，无深入来讲，无详细讲啊，因为那么详细讲呢啊，可能这个时间会超过咱预定的时间。 啊，咱这个课程呢，是一百空八集，啊，预定是两年的时间，啊，一周、啊、五十分钟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在这个时间内呢，一定要把这部经呢介绍过一遍，啊，可能有真在同学第一次听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简单来做一个介绍，啊，对这部经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解。 啊，如果拿详细讲呢，啊，那么这时间就较长了。啊，这部经呢，拿要详细讲呢，这个时间呢，可能也得讲得三年。啊，所以就简略来说了。啊，所以弥陀经是六说，本经是四说。啊，一动一步。一切诸佛合念。 那么这是不得了啊！这个经呢，一切诸佛所好念啊！这几位时间呢，那么、啊、这段经文呢，呃，也无讲完啊，咱一集集再个继续来大家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<music>